Hello， 大家好，我是森田。那呢，其实呢，现在男生呢，终于有福了。科技真的越来越发达，当然，我觉得产品层面上的东西呢，就会越来越发达。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呢 ？Honey Man 男性香水洗发沐浴巾。什么叫做洗发沐浴巾？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一瓶搞定。其实市面上有非常多，就是属于那种类似香水的洗发露或是沐浴露，对不对？你知道吗？其实他们非常厉害哦。他们呢，就是有一个法国团队在调配他们的香精味，里面的成分呢，基本上呢有蜂蜜萃取。大家知道蜂蜜萃取是什么吗？它就是天然的保护剂。你会发现到洗完澡通常都会比较干，但是它为什么会有让你身上你的秀发有绵密保水的感觉呢？因为呢，刚刚就是含了蜂蜜萃取。第二个呢，当中呢，它里面有含有什么小麦蛋白，是一个滋润我们的发根以及滋润我们的皮肤最主要的一个成分。然后呢，它里面呢最厉害是什么呢？你看我念给大家听哦，它可以分解我们的体味以及汗味，所以呢，其实像这种东西啊，我个人真的也蛮推荐男性朋友买，甚至女性朋友不是都会买给男朋友这种东西吗？假如说你前男友真的不小心有这啊，或是头哇、啊，真的就是那味道的人，其实我觉得非常适合用这样的这一系列的产品。其实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它里面当然还有一些萃取，例如说就是我刚刚说的椰子。椰子这类的功效是有什么呢？例如说它可以放在护发素啊，例如说减少毛躁啊，甚至例如说增加光泽这类的东西都是一个我刚刚说主要一些椰子的萃取。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厉害的成分叫做甜菜碱，它其实就是温和去油以及让我们的皮肤有效的洗净。我自己洗完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吓到，为什么？因为它的质地呢其实呢是非常非常的清透，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呢我觉得它可以让我的肌肤达到保湿湿润以外，它也可以让我的头发还有我的肌肤达到非常很大的呵护，我觉得非常厉害哦。那呢，其实它的味道呢有分为前中后，例如说前味呢它就有一些香根啊、红胡椒粉啊或者是柑橘那一类的味道，那中调呢其实就会有一些什么葡萄柚啊或者是西洋山的味道，那后调呢就是有一些乳香、生姜还有檀香味的那种味道，我觉得非常好。个人觉得像用这样的东西其实非常好，所以当我在洗头当中啊一瓶搞定，然后又洗澡，哇，我个人觉得说真的像我，例如说我今天外出露营，或是例如说去外面住啊，真的我就会想要带这种产品来使用，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我真的建议每个男生，就是有个一些运动男孩，甚至可能不喜欢喷香水的男孩，真的要买这种Honey Man的香水沐浴洗发精。然后呢，我个人真的非常觉得它非常的棒，因为洗完之后皮肤不会很干涩，非常的保湿，对。